值的啊，像存台办好。对啊，我很可爱哦。校长说要用自己的餐盒装早餐。狂暴的奇鱼王绕着顺服二号一直打转。为什么奇鱼王他要做这个动作？为什么他要绕着这个顺服二号一直打转？我想要把绳子磨断，才能继续攻击渔船。不服气耶，居然被个老阿公还搞一些难抓住。我就要把这个船弄翻。如果我被抓走，我就对不起我儿子，不然他们也会一起。连累被抓走，执意顺服二号，然后把让他离开这片海域。现在你是顺服了，我想请问你哦，为什么你好不容易才捕到奇鱼王，这时却要放弃？我觉得要让奇鱼王继续留在那里保护小子，阻挡其他人来捕小子。如果我再把奇鱼王捕走的话。啊，那到时候不是小旗鱼啊什么的全部都被捕走，旗鱼要是灭绝了，啊，那我谋生的方法不就没了？这批长大的话，我们就有更多的旗鱼可以捕，也一个个都是那个海洋的生物。黑仔忽然看见，从潜水镜旁划过一道细细的荧光，不止一个手掌大的小旗鱼，让黑仔感受到无穷的生命喜悦。让他继续保护这些小旗鱼就好了。可是我好不容易才抓到旗鱼王，你现在就叫我放弃？可是我们不放弃旗鱼王的话，说不定以后这些小旗鱼他们全部就死光光了，怎么办？你这样说好像也有一点道理的，可是我还是有一点不甘心哎。那些小旗鱼都长成更大的旗鱼，比旗鱼王还要大的时候，我们再来捕啊！那你会陪我来吗？会。好吧，我们走吧。顶着强烈的风浪，顺服二号又重新启动了。尽管他们一无所获，黑子的心中却涌现着说不出的喜悦。两次都一无所获，为什么黑仔前面的一无所获是那么的忧郁，可是这一次的一无所获，觉得他很开心耶？因为那是他自己发现那些小奇鱼，所以他才会知道说为什么就是没有钓到大旗鱼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大旗鱼它的目的是要保护小旗鱼。我们以海为生，既然以海为生，我们更应该要对它存着感谢的心情，尊重的心情。在上到抢救海洋那个单元的时候，我们曾经在影片上看到有很多海洋的生物，因为误食了塑胶垃圾，或者是因为被一些海洋的废弃物，不管是吃下去或者是缠绕在他的身体上，造成他的生命危险。你还记得哪些？那只海龟一桶插了一只吸管，必须要别人帮他拔出来，因为他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能将这只吸管取出来。就是我们要减少我们自己的欲望，降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垃圾的使用，所以我们做了什么事情？垃圾我们捡了一个多小时，可能才捡一
有一天给24小时功课，我还记得我们在园游会那天做的什么？做自己在玩，就是在玩吗？这一个礼拜都没有垃圾。哇，很厉害哦！因为我那几天刚好就是感冒流鼻涕，所以才会有口罩和卫生纸。早餐店吗？可以不拿番茄酱包，是我早餐都吃自己做的，是没有垃圾。我想来给大家，我们这次就是一个新的改造计划，改造你的家人。妈咪，今天老师有说要写一个作业，就是那个小书有行动方案啊。咱们 Daddy 为什么会想要改造 Daddy？ 啊 ，Daddy 每次买 Seven 和早餐店的饮料都来。很多西瓜，在买便当的时候也拿很多个竹块。我们不是都把竹块放冰箱吗？对，就怕发霉。你知道我把它整理出来，很壮观哎！我那时候算了，80双哎，80双哎，80双。然后你再算一算哦，一般家庭都4个，那每一个人这样子累计多少双？320。我们全社区1420。他如果 Daddy 有不一样，那我们就。我觉得尽了一小点力量。嗯。这个吗？对。去。让你们自己来看。Daddy。对。世界之大。好。你先来看。况且这个位置留给你。有人在游泳。你觉得他在哪里游泳啊？在河边。你会在这样子的地方游泳吗？不会。医生，我刚刚有想到那个乌龟的鼻孔的吸管，哇，要把它放回去。我觉得这次的改造爸爸很成功，因为上次的开心果谢谢最后是用自己的环保汤匙，之后又自己订了一大包不锈钢吸管，然后不是我逼的，是自动。然后还附了一个冰霸杯装有吸管，那是爸爸最爱。我的改变是我愿意成为保护海洋的一份子。我会想要成为保护海洋的终身会员，时间也是无期限，终身会员。我成功改造姐姐，她现在都会照我说的方法，少用袋子，不使用一次性餐具，永远，尽量。